大家好，我是五年五班的陈燕安。这个作品名称是《花怒放》，这幅画是用水彩画的，这是一幅模仿画。当初会想模仿创作这个作品，是喜欢花朵的纯洁与自然。我喜欢白色花朵的干净，它虽然没有鲜艳抢眼的色彩，但那种清新脱俗的影像是最吸引我目光的地方。我也喜欢树干的线条，有些明显，但有些不明显，让人觉得放松，所以我就画了这幅画。谢谢大家。